我的兄弟赵薇。打十一球这么累吗，狗哥？前面打了十几个，成三十个。你们说的我的兄弟罩杯什么意思啊？没懂啊？你们的梗好多啊！什么迪罩杯？你们在说啥？哦，狗哥是吧？好，看看狗哥。狗哥人呢？狗哥。他们要看你。他们说什么我的兄弟罩杯收拾你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他们肯定不是说我的。看一下狗哥啊，我把摄像头翻转过来。看狗哥，因为狗哥是在发抖的。看啥？看的呢？狗哥鼻子上长了个痘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狗哥还16岁，火气有点旺。上火，没女朋友容易上火。狗哥暗示了。你们有什么妹妹啊？也给狗哥介绍一下啊，狗那个姐姐也可以，分子吧。阿姨也可以啊，阿姨也可以。这大众情人王兆辉。好了，看差不多了啊，看了不就看了。下面为付费内容啊，狗哥意思要看的话要付钱了，下次啊。当时比较年轻嘛。雕哥，雕哥，雕哥你好啊！雕哥你好，雕哥你好。这个水友好小啊！是水友吗？对，我家就住隔壁，我之前在那边走，之前看这边好眼熟，那红子鸡。就是你看我们在走，发现就走在你家隔壁了。对，就走到我家门口了，我的天啊！可以，你这眼神还挺好的，一下就我们找到了。我特别喜欢。可以、哎呦，跑死我了！你是跑过来的吗？跑过来，我怕你们就立刻就走掉了。啊、哦，你还挺能找的，你看着直播找的。我就看到那个红紫金，看现在还开着直播呢。啊，现在还开着直播吗？关掉。是吧？你有粉丝盘吗？我只有峰哥粉丝盘，你不知道我充了两个结果掉了。你只有峰哥粉丝盘吗 ？Only human. Dodge this.这个机都有几条哥，马上冲！这飞机马上安排，好吧？可以，感谢。那行，好吧。一起上去啊！我先走了。可以。看到你真的心满意足。可以，感谢。谢谢，辛苦了啊！抱一个。哎，感谢啊！没有，谢谢，雕哥，谢谢，拜拜。他妈的，只有峰哥粉丝团。峰哥派来的啊，警告，小僵尸警告啊，小僵尸无处不在啊。